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足球世界最雄伟的圣殿之一，这里是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主场诺坎普球场。我是王涛，很荣幸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解说嘉宾，大名鼎鼎的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，的苗坤啊。感谢王涛老师的介绍，很高兴再次来到评论席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奥巴梅扬，球在奥巴梅扬脚下，凯恩， C 罗尝试吊过顶球，球在萨内脚下，射向球门，球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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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了！场上的平衡终于打破了。这球我上去都能打进，你觉得呢？知道对方有超强的射门能力都没有提防，这是活该啊！当然，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在我看来啊，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显然还有很多时间，但是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。克莱恩再选择进攻路线，马蒂奇将球塞过去，马内选择高高跃起，想知道什么叫做离谱吗？看看这脚射门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阿斯皮利奎塔，莫德里奇很好的化解了攻势，可惜了，这个球传的不准。萨内出现的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C 罗展现了娴熟的带球技术，他一路狂带，瓜藤机会怎么样？潇洒的进球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，让人惊艳的控球能力，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，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，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更加的严重。射门，那位置很好，向前推进，快攻的好机会，现在他的面前一马平川。我认为他不是自私，而是没有选择。阿斯皮利奎塔，射门！这脚射门哈，有些水准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，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奥巴梅扬，费利佩，内马尔及时的抢断，萨内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凯恩一记过顶球，奥斯卡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阿斯皮利奎塔尝试直塞，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力道再足一些就可以了。试图直塞， C 罗就在 C 罗脚下， C 罗打一脚将球扑中，惊人的反应速度，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。这一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，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抢得头球，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。阿斯皮利奎塔，
巴利。他向前狂奔，这次进攻机会啊其实是很好的，进入到了对方的半场，不过没能制造威胁。博阿滕直接传到前场，在左路一路突进，奥斯卡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，球转移到侧翼，萨内一次长途奔袭根本就停不下来，球掉到中路，飞着越级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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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已经打疯了，已经锁定了胜局，漂亮的头球。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关于上半场比赛值得评注的时刻非常多啊，总而言之不乏亮点，虽然形式上还是一边倒，但是过程还是激动人心的。涛哥，我想说呀，整支球队表现都还很不错啊，在中场休息前取得三球的优势，说明啊他们上半场比赛战术很成功，所以说接下来只要他们不过于放松，拿下这场比赛简直就是 no problem。 真的是非常震撼的比赛，出现了很多进球，不由得让人感觉下半场还会出现更多进球。现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打响， C 罗能进球吗？总裁的进球果真霸气十足，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外星人般的表现，又进一球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。足球比赛总少不了这样的精彩的单季闯关，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平衡感和冷静的头脑，这次盘带非常精彩。八角怒射，这脚球高出了横梁，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，想着这球必进无疑，可惜还是莫名其妙的不中。博阿滕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球被拦截，球在 C 罗脚下，传球，他穿透了防线，他抬脚失射，能起脚吗？球进了，一场血洗又添一球，停不下来的节奏啊，漂亮！这样看来，他们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这名球员今天的表现可谓无人能挡，绝对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球在凯恩脚下，球在 C 罗脚下，球在马内脚下，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，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啊。这次进攻还不错，不过他身边人太多，很难有什么作为。赫迪拉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，射门，哇，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，转身向后传球，马蒂奇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。这个传球不够理想，位置很好，调整打门，再差一点的话要变成篮球比赛了。我觉得他表现得很不错，能抢到门前这么好的位置，但只是无法一举进球。跳起投球，谁都有可能得到球，这个防守非常到位啊。克莱恩，萨内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球在奥巴梅扬脚下，漂亮的直塞球，
瓜腾将球断下，他一开始有时间也有空间，不过最后被压得有点紧，很难处理了。他应该早点传，寻找配合。想要穿透防线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马蒂奇、 C 罗，这样的尝试很不接地气嘛，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。莫德里奇、奥斯卡，他倒是挺自信的，选择中路突破，不过成功的几率太小了。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， C 罗送出直塞，视野很开阔。现在他在边路拿球，他选择尝试打一脚，这是一个边线球，漂亮的直塞球，萨内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纵身跃起，最后的头球攻门没有形成威胁。在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压力时，他仍然踢得非常的坚决，可以看得出他今天的射门欲望非常强。C 罗将球塞过去，中路送出直塞，阿斯皮利奎塔轻巧地转移到了侧翼，马蒂奇、莫德里奇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发起反击，传球轻轻一侧，哇，好球！奥巴梅扬打一脚，要到前场。就这样，裁判结束了比赛。这是一场精彩的进攻战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。苗坤啊，别再为我擦鞋了啊！起来啊！你觉得比赛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从战术上讲，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，而我的观。